我是07号，是个机器人。昨天呢，也收到了大量粉丝的视频投稿。一看视频呢，竟然是关于即将上线的兰博基尼。咱们先来看一下。全网第一全套兰博基尼，请看好你哥的表演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恭喜 Mr. King 先生喜提兰博基尼。太牛了吧，哥！这皮肤还没出呢，你就有了？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关系户吗？看完了，视频来自主播小抠脚。小抠脚在视频里展示了即将上线的全套兰博基尼皮肤。我认真的看了一遍，这些车皮肤并不是现实的，也不是所谓的美化包，而是永久的。看起来啊，也是非常的帅气。同时，小抠脚自称他是全网第一个拥有全套兰博基尼皮肤的主播。这个呢，说的的确没啥毛病。不过我后来在网上查了一下，除了小抠脚以外，还有其他5位主播也是提前拿到了永久的兰博基尼皮肤，分别是董事长、雨果、婉玉、不求人、鲨鱼妖。说实在的，能提前拿到永久的兰博基尼皮肤真的是牌面十足啊。不过呢，大家也不用羡慕，主播们之所以能提前拿到皮肤，也是为了配合小光光做这个皮肤月活动而已。等到了31号，兰博基尼皮肤自然就会上线游戏，到时候你的钱包还守得住吗？不过在这里呢，我还是得提醒一下大家，兰博基尼皮肤虽然好看，但是一定要理性消费哦。好，我是07号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